喂，你们三个，好，你是喝咖啡还是喝什么？基本的福利车，基本的吉普还有啊，你取一个基本的也可以，下一个。
片36万，大片可能60万，不一定，这不一定，我只拿个比方而已哦。那这个大小片都拿出来，大片是摆给大家看的，小片可能会收起来。可是基本上小片收起来之后，有没有家长都是会再退回一点钱，新娘啊新娘退给他们，这些年轻的朋友让他们继续用。因为你说这现在年轻朋友要拿那么多钱出来，找那个建筑师来讲究不简单。这和我们东方开展是这个样子，对吧？你搞不好东方那时候的建筑跟这边的建筑在比较接近，都用大的。我们还有一个那个细材，对，细材。可以啊，我在台湾也带团啊，10万。那你那广告只要你是1对1吗？1对，可没有按一下。